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呢，有意争取民主党的支持参加特首选举，目的就是要令特首候选人面对市民，关心港人的感受，并把港人关心的议题带进选举。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在铜锣湾一间宾室会见记者，正式宣布有意争取民主党支持参选特首。他形容这是起步点，第二步是要争取泛民支持于初选获得提名，最后希望能够获得选委会150人提名支持，以取得参选特首的入场券。何俊仁表示，参选是要让特首候选人面对市民，清楚交代曾经为香港做过什么，要坦白真诚，言出必行，不能只讲空话，亦都是很清楚去到表述，说服香港人，第一他的能力有诚意做到他答应香港人他未来要做的事，这些都是重要的，更加不能够逃避一些香港人是非常重视嘅一啲核心价值。何俊仁又说，下星期会公布初步的政纲，内容会包括香港人重视的核心价值、确保司法独立、检讨税制以及确保经济成果合理分配、缩小贫富悬殊和清除跨代贫穷等。华侨卫视罗燕云、汤景堂香港报道。